谢谢，而且彭局长要好好的帮我们推荐这本书哦。慈济大爱引航教材赠书列车来到中部，中彰投苗许多国中小学校长或学校代表都出席响应。教材以故事及近思语引导深入浅出，师长们都给予高度肯定。而难得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，除了赠书，还有心灵座谈响宴。十二年国教的一个核心的价值，就是所有的学习是应该要跟生活情境结合在一起的。慈济教育置业执行长蔡炳坤和教育局处长们对谈，畅谈当前教育现况与期许。过去的教育可能都是比较着重在以分数取向，那现在台湾的整个教育跟世界接轨，我们希望透过大家齐聚一堂来引燃的那个火花，就是希望说核心价值能够重新找回来。小朋友的学习过程没有心灵，没有品德，没有人文素养，那它就等于是所有的作为乘上零。教育是希望工程，为了让老师们更加了解大爱引航教材如何应用，苗栗有八所学校举办共同研习活动，同样也是希望借由人文素养教材培养孩子们的良善品德。大爱新闻台中苗栗综合报道。